那你们两个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壮壮来了。壮壮，你拿什么东西啊？这是竹子明明抽奖得的，他都送给你，你看。真的，他对你多好，去外面玩都给你带礼品。昨天我们去吃那个海底捞。海底捞，然后你说我是小仙女，然后他能给你这个是吧？对，是，我好棒，拿着。我说了，穿穿孙。没有带好就回来，带这个回来有什么用啊？这个魔法棒，你脚不是摔跤了吗？用个魔法棒 ，biu biu biu 就好了。对，真的，你不信？不信。好了。今天你来了，我们出去拍视频，带你去吃好吃 ，OK？ 你要去好吃。啊，你没事没事吗你？啊，看你的手有点胖，我不想带你去。看到，你的手看得到，看得到。好巧妙，在这里哦，巧妙。我说你有点胖手，不是说摔跤。好的，不要说越南话，等一下我懒得翻译。行，那去吧，走吧，我们出去玩吧，吃好吃的，去黄建湖逛一下吧。黄建湖，现在去。顺便吃东西。哪个都冷。可以吧，走。有一点热是吧？没事，出发。黑晒黑一点才健康，补钙。哎呀，不想去了。去，走。带庄庄和云云去黄建湖玩，兄弟们，带上两个美女，走。我们被庄庄和云云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吃饭。今天吃特色小吃。哇。好多美女啊。壮壮，现在你们两个的脸一样大了。瘦脸一百。两个一样大脸了。壮壮你干什么？这个表情。刚开心起来。为什么开心呢？啊、哦，你为什么不开心？又为什么开心？啊？带你来吃好吃的，你开心是吧？什么时候我生气的时候，你给我好吃的就可以了。那是啊，我看你不怎么开心，所以带你来吃好吃的嘛。嗯，我应该是我真懂你，我好懂你，壮壮。我是不是好懂你？哈哈哈哈哈。嗯。然后什么？为什么每次去你带朋友去的时候？都买单要多少钱啊？没事啊。是不是你嫌弃我们没有钱？今天你来买单。我跟谁在一起都喜欢买单的，没事，这多少钱 ？OK。哦，云云买单 OK 今天。OK 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全包。跟员工在一起不买单跟谁买单？我不说，只是对员工是朋友没有意见。啊？那你现在才发现老板的好呀？现在才发现呢。这个也没多少钱，不要讲这个话题。能不能？那你等一下要不说完我们去哪里？吃完了，吃完我要和云云一起去那个
骑车回北宁上牌那个摩托车。你一个人追我追，我要拿你的名字上牌，所以你要回去。你骑车追我，追的骑车回去啊？那不骑车回去上不了牌啊？很远呢。很远，那没办法，60公里嘛。就当跟云云骑车去北宁旅行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骑车，我打的士回。OK 哥，你信他吗？他肯定要跟我一起骑车的，跟云云又骑车去北宁上牌，又可以两个人在路上拍拍视频，记录一下路上有趣的好玩的。骑60公里肯定要拍一个视频了，云云。远吗？很远啊，60公里啊。很远，天气又那么热啊，大概2个小时吧。没办法，河内上不到牌，要回北宁上牌。云云，等一下，想想都累，想想都辛苦了。你骑车，我在当时拍你骑车回北宁。等一下，云云，如果骑车太累，你可以随便生气。随便生气，要命了，等一下，他没有力气生气了，骑车很累，要晒太阳。好，先吃饭。老板。拍什么？拍这个。你要拍啊？哦，漂亮哦。这个还是菠萝做的，这是虾饭。可以啊。坐坐。你看你跟老板在一起多好，每天有好吃的，多开心。承认啊。什么时候找一个像老板这样的男朋友就好了。神经什么？吃饭呢？云云，只有2个饭吗？还有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饭。哦，2个饭肯定不够吃的，装那么能吃。没有，你是肯定要给你吃饱嘛？你不吃饱，等一下又不开心了。OK 就。OK， 哦，拍照片，漂亮。OK 就。OK 了，我们吃吧。没有拍照，我们都不能吃饭。好吃吗，壮壮？好吃啊。那你们回北宁啊？多少一个人进去？那你想吃，我们早点过来带你去吃嘛。好，你们晚点过来。晚点过来，你要饿瘦几斤呢？云云啊。云云也有点胖了。吃嘞吃嘞，黑一点点，黑一点点啊，黑是没事。哦，只有一点点吗？哎呀，吃饱了就幸福啊！张大爷刚刚说了一个什么秘密？张大爷说的鱼比我重10公斤。10公斤啊？嗯，你43，他53是吧？嗯。但是那云云比你重20斤哦。是20斤。我感觉是20斤。53公斤，云云是庄庄是43公斤，现在是55了。55了，重12公斤，哇！但是你只是脸上有肉，你身体没肉。云云脸上没肉，但是他身上有很多肉。但是他高一点嘛？你们没有说我矮，没有说你矮。秘密不是说身高，对，秘密。你们秘密
啊，不是秘密吗？他的身高。秘密是他一米五。秘密，你们不要告诉我。四十五公斤，没信呢，刚刚知道了，五十三，五十五，哈哈哈哈。转吃东西都忘记上学的时间了，真太开心。吃饱了没有？不是还有一个饭吗？还有一个饭啊，还有没有？我们吃完了，他再上一个这个饭。还有啊，壮壮，壮壮一看他吃的，看他吃的，马上不走了。哇、哦。泰国，这叫沙拉。泰国沙拉，对，吃吧。我不吃，我不吃，你吃吧，我吃饱了。回去吃饭吧。快吃，吃完去上学。快吃，吃完去上学。现在到上学时间了，还在吃，一点了。哎，俺不点了，有嘞。好了，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主要是带他们来吃，然后告诉你们壮壮身高跟体重，还有云云的。然后下个视频我跟云云骑车去北宁，路上有什么好玩的新奇的玩意给你们揭露啊。60公里啊，兄弟们，拜拜，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。叔叔说，上课晚一点。哦，老师说是吧？那你运气好。拜拜，大家，来跟大家拜拜。大家记得强烈关注哦。61万，差不多180块钱。拜拜，后天见。我会想你的。河北留个饭锅。爬山啊？我来了，我来好吃的。哦。想干啥？你过来。我也想。来。